Hello， 大家好，咁长时间，咁喺摄影界咧就过去一句说话咧好有趣嘅，咁啊叫做咧摄影穷三代。單反毀一生，咁喺嗰個年代咧玩單反咧可能好貴，咁確實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喺我哋學生嗰個時代咧要買部單反咧真係要儲錢儲好耐嘅。呢個説話咧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可能有少少嚇要改啦，點解咧？因為貴嘅咧唔單止單反啊，無反都鬼貴。咁我咧就幫大家咧上網咧就刮咗十部相機出嚟，呢十部相機咧就真係平到癲嘅，減到黐線嘅，啲價錢係平到你唔信嘅。咁大家可能覺得只係一啲無反相機或者一啲連鏡相機先去咁平嘅啫，單鏡反光相機有冇咁抵咧？係有嘅嚇。跟住嚟介紹俾大家一部咧係 Nikon 嘅 D3400， 係啦 ，D3400 唔係3500啊，3500新出嘅嚇。3400咧啱啱退役嘅嚇，俾3500取代咗。咁呢部相機咧就係當時出咧係4280蚊，其實都唔算貴嘅，一機一鏡計嚇。但咧而家嗰個係水貨價咧只係賣到2650蚊。哇，平到黐線啊！2650蚊就可以買到一部 APS-C 嘅單反相機啊！咁啊，呢部相機咧，我覺得最適合一啲即係學生哥啊、學影相啊，或者係你要行山要輕啲相機嘅人咧，作為一個隨身相機嘅話，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。咁啊，佢跟嘅鏡頭咧就係呢個係18-55 3.5-5.5 光圈 VR 啊，咁就都有避震啊。咁啊，雖然呢支鏡頭就初級少少，但係咧就影出嚟嘅話都可以接受嘅嚇。咁啊，而且部相機有一個內置閃光燈咁啊，正所謂你攞一部相機係即係做日常應用嘅話，佢係真係唔錯嘅。機咧就唔係好新㗎啦，2016年啊，咁啊，所以都捱咗幾年之後咧，就啱啱咧就係轉咗部3500啊。但係呢兩部機嘅性能其實即係分別唔大㗎，機身相當輕嘅450克，咁啊亦都係歷來最輕嘅Nikon相機之一啊，咁啊所以咧就值得考慮啦嚇，咁啊咁啊佢 sensor 2400万像素，咁 ISO 咧就100-25600，咁啊快門都唔弱嘅4000分1秒到30秒，咁啊11.1F， 咁啊唔多，但係我覺得係一般都 OK 啦，咁啊5:8，咁啊起碼快過 set 五啦，咁 set 五4:5，佢有5:。咁拍片方面咧，當然去唔到高清啦嚇，呢啲機械都係初級機嚟嘅。咁啊，如果你拍高清嘅話，就1080就60P。咁啊，而且咧佢嗰個係都有齊嗰啲係光圈先決、快門先決、程式曝光同手動曝光先 PSAM 齊曬。所以咧，我建議咧就買嚟學影相最好嘅嚇。咁啊，雖然個真係4-5年機啦嚇，咁啊，但係問題咧，我覺得係仍然買得過啦。因為點解咧？價錢真係抵嘅，真係啊！咁而呢部機而家價值咧2650蚊，咁啊就相當於佢推出嘅時候嘅6折咧，只係嚇。咁當然咧，有啲朋友會覺得喂，就算3500都唔係好貴嘅喎，3500嘅行貨咧，而家都係3380蚊。但係假如你用一個慳到盡嘅原則，因為確實咧3400同3500嘅分別唔係好大嘅啫。咁啊用一個慳到盡嘅原則嘅話咧，而家2650蚊嘅話咧，就6折買到，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啦嚇。咁另一部要介紹俾大家嘅單反咧，輪到 Canon 啊，咁啊一定要講 Canon 嘅。咁要介紹俾大家咧，就係呢部係香港冇推出過嘅EOS 2000D。咁呢部機咧係都算新機嚟嘅，係舊年推出嘅啫，但香港冇上市過，咁好難比較佢幾多折嚇。咁假如果你喺海外而家呢剎那訂嘅話咧，都要用3860幾蚊先買到一機一鏡，但係而家香港買水貨嘅話咧，一機一鏡2380蚊，咁啊仲平過剛才嗰部呢個係D3400啊。咁呢部機咧就係 Canon 嘅一部平價系列嚟嘅嚇，咁啊好多地方都冇上市到，咁啊但係就。即係佢 target 一啲消費力比較低嘅地區啦，咁啊水貨嚟咗香港啦嚇，咁啊好玩嘅地方就係呢部機都係有齊嗰啲PSAM， 即係光圈先決、快門先決、程序曝光同手動曝光齊曬，所以學生哥埋影相相當正啊！咁就算你新手想買多部機嚟玩下嘅話啦，行山又好，或者係即係嚇睇門口都好啦，咁啊一部唔錯相機，因為點解咧平啊嘛係咪？咁啊呢部相機咧就如果喺美國嘅話就T7 叫做啊，咁啊日本叫做 KISS X90，咁啊所以咧唔同地區型號係唔同啦，咁啊所以咧而家就係都算抵玩嘅呢部相機。咁講翻性能啦，佢都係2400万像素 ，ISO 就100-6400，比較基本啲。咁啊基本係3:1係唔喐得嘅，重量相當輕475g，咁啊連拍3張係比較少啊，咁啊拍片可以，但咧就高清嘅啫。嗱呢部相機咧有 WiFi 有 NFC 有藍牙，即係要連接手機嘅 share 嘅話相當方便嘅，而且咧佢最新
Canon 嗰個 webcam 嗰個 software 咧都 support 嘅，即係話咧你可以將呢部機咧作為呢個係 webcam 去用嚇，呢方面相當正啊！大家知道啦，如果你買部靚嘅 webcam 嘅話咧，價錢都唔平嘅。但係如果你用2000多蚊買部相機又可以影相做 webcam 嘅話咧，咁呢方面嘅話咧咪相當抵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加上呢部相機咧嗰個動態快門都相當正嘅，13.9級啊，即係拍住14級 EV 嘅啊，以一個入門機嚟計咧。平價版入門機話，咁啊有到13.9級嘅 Dynamic Range 嘅話咧，我覺得係相當即係超乎我想象咯，係咪 ？OK， 咁啊目前咧呢部相機咧就係跟支鏡頭18-50mm Mark III， 咁啊水貨價2380蚊，咁啊詳細資料嘅話咧，你可以去我嗰篇page 嗰邊問咧，就會詳細啲介紹。咁最後一部啦，第十部啦，第十部要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 Pentax 嘅 KS2 Pentax 啊，咁好多朋友咧可能已經忘記咗呢個牌子噶啦。OK， 我唔係話你啊，如果你知道 Pentax 呢個牌子嘅話咧，你一定係資深影友。咁啊，如果你係唔知嘅話咧，你係新影友啦嚇。咁啊 ，Pentax 即係賓得啊嚇。嗱，咁點解我推薦呢部相機咧？呢部相機咧已經係5-6年歷史噶啦嚇，一啲都唔新噶啦，一部舊機嚟嘅。呢部相機當時嘅價錢咧係8990蚊，哪嚟啊？拍住9000蚊嚟緊啊！而家個價錢咧係3880蚊，咁43折左右啦嚇。咁點解我要推薦一部咁多年歷史嘅相機呢？因為佢仍然係一部正機啦。2015年推出嘅時候咧，係攞咗當年嘅 TIPA， 即日本嗰個相機大獎嘅最佳單反相機，係啦，佢係當年嘅 No.1 嘅單反相機。咁點解咁正咧嚇？咁呢部相機正嘅地方係一部相當專業嘅相機，專業級嚟嘅三防相機，咁就防塵、防水同埋防寒啊！即呢部相機咧，適合一個全天候使用，落雨揼住都唔驚嘅相機。咁啊，更加正嘅地方就係佢已經有 IPIS 噶啦嚇，已經係有3.5級嘅防震。咁啊，所以呢部相機咧，直今時今日用嘅話咧，佢都唔輸蝕嘅。呢個亦都係佢攞獎嘅原因。咁講翻性能啦，佢呢部係 APS-C 嘅相機啦，2000萬像素，咁啊就冇低通濾鏡，影相相當 sharp 嘅。咁啊對焦點啊11個唔多，但係9個係十字形對焦。咁啊如果識得單反對焦嘅話咧，你知道有十字形對焦去到9.5多嘅話咧，就應該係對焦都係相當靈敏嘅已經係啊。咁啊連拍都高，但有5.5張都夠使噶啦嚇。咁啊～快門就1/6000秒最高，咁啊77區測光，咁啊有齊 PSAM 啊呢啲齊曬噶啦嚇，咁啊當然啦佢叫 PSV AV 同 M 啦嚇，咁啊另外佢好特別嘅有個叫 TAV， 即係話咧係光圈快門先，佢即係 Auto ISO 啦，咁當年佢已經有呢個性能啦已經係。咁佢觀景器真係 No.1 嘅，100% 涵蓋範圍，即係完全係專業級嘅。即係你去到嗰啲係 D5、D6 啊、1DS、Mark III 啊、Mark II 嗰啲，先去到呢個級數嘅啫。呢部相機嘅話咧，都去到相同個咁靚嘅觀景器。咁啊，而且佢嘅放大率去到0.95倍嘅。咁啊，真係而家嗰啲無反相機嗰啲 EVF 嘅話咧，係同佢真係冇得揮嘅。咁至於拍片方面咧，佢當時都拍到 4K 片啦已經嚇，咁而且可以外接麥，又有反光，即係話咧你買嚟拍 vlog 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呢部機嚇。嗱，假如一啲喜歡拍影星嘅朋友咧，咁你知道啦 ，Pentax 咧呢部機可以加一個叫做OGPS-1 嘅一個配件裝喺機頂嘅，咁就可以影星方面咧就唔使一啲複雜嗰啲追星儀噶啦，咁啊所以好正呢樣嘢。咁最後一定提支鏡頭啦，咁呢個 kit 咧包括一支係 DA18-135EDALIFDCWR OK 呢支咩鏡頭呢？呢支係一支專業級鏡頭。咁最特別嘅地方咧，用咗一塊超低色散鏡片、一塊混合式嘅非球面鏡片同埋一塊倒模嘅非球面鏡片，而且係防塵防水滴，咁即係話咧係支專業級嘅鏡頭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你用咁嘅價錢買到嘅話咧，相當抵啊！呢部相機咧，當時推出咧三個 kit set 可以揀嘅，而家跟呢支鏡咧係當時最貴嘅 kit set 啊，賣到8900幾蚊嘅。咁所以咧呢剎那咧，你用3880蚊，即係話43折就買到嘅話咧，係相當超值嘅。記住咧，係機身係專業級嘅，鏡頭都係專業級嘅，而且係佢性能其實用今時今日睇嘅話咧，一啲都唔弱咯，係嘛？更加重要嘅，我剛才報呢價錢係行貨嚟嘅，唔係水貨啊，行貨嘅劈價嚟㗎。咁啊，以上介紹嗰9部相機嘅話咧，絕大部分都係水貨價錢，即係去到咁平啊！但係問題呢部咧43折係行貨，咁啊，所以咧真係值得考慮啦，好嘛 ？OK 嗱，今日咧介紹咗10部，我覺得真係超抵嘅相機。咁啊，口講咧就有啲甩咳，因為點解一次過講咁多資料嘅話，實會亂嘅嚇。咁詳細資料嘅話，喺我 page 嗰邊文章又會詳細介紹，而且咧10部相機嘅官方嗰個網頁嘅話咧，我都俾埋大家咁啊。
假如你真係有興趣考慮呢實務相機嘅話咧，我覺得可以去嗰邊睇睇咯嚇。咁啊 ，OK， 或者你自己上網 search 啦，好嘛 ？OK， 喜歡呢段片嘅，咁啊或者我想我介紹多啲平相機嘅 ，OK， 請俾個 like 啦嚇。咁啊，另外 share 俾喜歡攝影嘅朋友。咁啊，最重要嘅訂閱我 channel， 咁啊撳埋個鈴鈴解埋全部，每次出新片嘅話咧，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。畫面上嗰有我 Facebook 個 fan page 喺嗰度可以問攝影問題，簡單嘅文字答你，複雜嘅我拍片啦。OK， 好嘛，拜拜。